上次 Eason 的條件竟然有人說對了10題，我都不知道信不信你好，片尾有答案的嘛，但估不到我們片尾有答案都會被人罵，所以呢今次我們兩日後才出答案。還有，不是只是估歌名，你要估哪句歌詞。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，估給我看。